男女授受不亲，像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，抱我走，抱我走。天不欺，大不归。哎呀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陈家入圈地郡主要天师身份下凡历练，跟被消除记忆化为花茎的颜淡重逢，终于可以抛下记住这个老黄灯，尽情谈恋爱了。你若放人，尚有生路；若杀人，必死无疑。他骗你的，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。接着说说，越凶越好。说你再过来我真要动手了。他可能要来真的，打我打我，快把我打飞，越重越好，打我。既然是我救了你，待我捉到妖之后自然会带你下山。你能不能放他们一马？以德报怨也不是这么用的呀。既然如此，让我来带您找他们吧。我这脚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不如咱们就在这里歇会儿行不行？捉妖便要不辞辛苦，况且夜间恐有猛兽出没，不宜久待，走吧。哎呀，就算有猛兽不是还有你吗？我不怕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像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，抱我走，抱我走。天不欺，天师，这样不好吧？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色即是空。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我哪空了我？飞高高，快要受不了。是比空重那么一点点。快到，快到，天边微笑。如果让他们安全了，我终于可以和这个死天师说再见了。你这一路斩妖除魔，一定收了很多妖怪吧？他们是不是都在这个葫芦里啊？他们那么多妖怪都挤在一个葫芦里，他们会不会太急？若是他们打架，会不会把你的葫芦给撑爆了？如此聒噪，再饿的妖也没有你难缠。你这个人真会说笑，好讨厌啊！别，好讨厌啊！别。大家给我上了！闪！这人嘴虽然毒了一些，但也不是坏人。要真是被恶妖杀了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唐天师，我的莲花花瓣有疗伤的奇效，记得打不过赶紧跑，别逞强。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了，告辞了。我记住你了。